王院长、毛院长、各位首长、各位前辈委员，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洋洋得意过羊年。我先自我介绍，因为我是菜鸟委员，我是来自于苗栗县第二选区的徐志龙，在这边很荣幸可以跟各位委员共事，希望各位委员能对志龙多多的指导与指教。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，马猪王喊大团结，言很大。我希望在最快的时间内，各大报纸的大标题可以写上马猪王大团结，不是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团结就是真的要团结，不要给媒体写说言很大。我们尊敬我们的马尊宏，我们也尊重我们朱主席的决定。刚刚费委员说，可能蔡英文主席有可能当这个总统，我觉得只要我们行政、我们立法两个部门，我们多多做出福国利民的政策，大家相互合作，赢回民心，他不见得会当上总统。一般基层的心声，大家也很希望，不要再有亲走痛、仇走快的事情再发生。志龙是一个菜鸟委员，今天开始来就是来学习的，所以我也没有把握三分钟的时间，在这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祝我们中华民国国运昌隆，谢谢大家。